立方怎么算？立方也叫三次方，是指三个相同的数相乘，如五乘以五乘以五叫做五的立方，即作五的立方。立方是数学中一种很常见的运算法则。在图形方面，立方是测量物体体积的，如立方米、立方分米、立方厘米等常用单位。步骤如下：一、求出立方体的邻长，邻长的立方等于体积。注意，如果邻长单位是厘米，体积单位是立方厘米，写作立方厘米；如果邻长单位是米，体积单位是立方米，写作立方米，以此类推。立方等于它本身的数只有一、零、负一，正数的立方是正数，零的立方是零，负数的立方是负数。拓展，负数的奇数次幂都是负数。